키즈베리캣 和小鹿问问一起玩，小鹿问问手工专辑。鲸鱼。这节课用到的工具有：超轻粘土若干，手工工具一套。如果是小朋友操作，要用小朋友专用的安全工具。先制作鲸鱼的身体，做出鲸鱼的鼻孔，划出鲸鱼腹部的条纹，制作鲸鱼的眼睛，鲸鱼身上的花纹，制作鲸鱼的鳍，把鳍安到鲸鱼的身体上。做鲸鱼的尾鳍，尾鳍安到身体上就完成了。
구독 버튼 눌러줘.